要生病了吗？我就是你的医生。来吧，让我看看，我是个优秀的好医生。我的朋友，现在开始检查了。再看看这里，看起来病得很重哦。那我只能用这个了。快去床上躺好。快躺下吧，我的朋友。你要先来点马铃果茶。必须和药一起喝下去。哦，给，我来。时候千万不要乱动哦。我们再检查一次，似乎一切正常啊，看起来都挺好的嘛。哦，天哪，你的确病得很严重，赶快躺好，不许再乱动了。
看来你还是没有痊愈。此刻的心情，像过江般的甜美。
熊熊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瞧，所有的东西早就煮好了，尝尝看。来咱走一个太空步。报告飞行一切正常。
你得藏得再好一点才行。找到了，星星，我找到你了！星星，我找到你了！星星，我找到你了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。这个了，他会不会打喷嚏呢？还是被发现了。我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哇，多么美好的太阳，多么美妙的一天。
来好棒哦，好棒！
吃饭了，要吃饭了。哼，你还没给我的孩子喂饭呢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，没有不喝牛奶的猫。以前你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过脸？妈妈来教顽皮的小猪，洗干净他们的手，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向充满温水的洗澡盆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太阳公公灿烂地向我微笑。当然还要等到那时，到底谁经常生病，谁也脏兮兮的忘了洗澡，他到底是谁？你我都是干净的人，难道小猪比我干净？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小猪干净吗？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太阳公公灿烂地向我微笑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太阳公公灿烂地向我微笑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扮演妈妈了吗？调查一下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